大家好，我是陈宇桥。日本今年将会排放核废水入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不排除禁止入口当地的水产，来源地较现时多，亦都会扩大抽验的辐射种类，承认需时较长，部分新鲜食品不可以摆咁耐，未必适合入口。福岛核电厂核废水即将排放到大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本台节目讲清讲楚话，2011年到而家抽验的日本食品辐射水平未见大起跌，亦都冇超标。不过由于排放达到30年，本港实施的措施要最大程度保障港人的健康，所以一旦排放，会好似2011年核事故发生初期禁止高风险源的食品入口。今次除了扩展去到水产，涵盖的地方也可能增加，即是不止5个县。而次风险地方的水产抽验的辐射种类也不止现在的加码，到时最长可能要2个星期才有抽验的结果。我哋現時咧，我哋做嘅咧，主要都係一啲咧比較簡單嘅一啲核即時嗰啲。我哋要證實佢完全安全嘅話咧，我哋就會打算做一啲比較深入一啲嘅檢測，就連嗰個 alpha beta 我哋都會做。初頭一段嘅時間咧，我哋會係扣留咗佢哋去檢測。咁你講得啱嘅嚇，咁變咗係如果佢嗰啲係唔等得嗰啲食物，可能嗰段時間都嚟唔到㗎啦。冇錯啦，冇錯啦。咁至於禁令係咪維持30年，亦或好似之前咁逐步放寬，佢就話要視乎抽驗結果等等嘅數據。核电厂附近海湾一条鱼被验出辐射物释含量超标180倍，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禁令应该即刻实施。佢喺福岛嚟嗰啲嘅水产咧，自从2011年以外咧，就已经系再冇啊嚟香港噶啦吓。咁所以喺一方面咧，我是否禁佢咧，基本上都冇一个实质嘅分别喺里边。我就算我而家禁都系表态咁解嘅啫。咁所以但系我哋而家政府嘅立场，我哋已经清晰地表达出嚟咧。他说今年4月开始已经加强抽验日本食品。无线电视记者陈佳欣报道。政府同两电下个月展开中期检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进一步透露，期望两电同意若短时间内燃料费大幅上升会分担部分的费用，而停电事故惩罚机制改以受影响用户历时几耐计算。近年本港电费急升，当中由市民完全负担实报实销的燃料费近乎是有升无跌。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同两电就管制计划协议的中期检讨有两大期望，一是希望对方同意在能源危机的时候同市民分担燃料费。那何谓能源危机呢？能源價格有升有跌，呢啲係必然嘅嘢嚟㗎。我哋睇過講咁多年啦，亦都可以升到好高，跌到好低嘅情況。咁但係唔會係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邊咧，即係好大嘅升幅啊！咁唔會有咁樣嘅情況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我哋係傾嘅就係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邊啊，喺一個好大嘅升幅嘅時候，嗰度係咪可以有一啲嘅嚇，即係分擔嘅機制咧？對上一次應該係約1970年代嘅時候嗰個石油危機咧，咁樣係咪？咁所以我哋有足夠嘅資料嚟睇翻，喺一個危機底下。短期內嗰啲嘅能源價格嘅幅度係點樣？當局話另一個方法係由內地引入核電可再生能源。謝展環承認內地為咗達到減碳嘅目標，好難將現有嘅分俾香港。如果我哋就咁去搶佢哋嗰啲嘅零碳能源咧，咁啊當然好困難咧。咁但係如果我哋大家喺一齊嚟到去規劃嚇，我哋成個我叫做區域嘅一個嘅合作，一同喺咁嘅需求底下，有幾多建設幾多，我哋嗰啲嘅無論可再生能源好核電好。他說方向必定是內地設廠，香港以哪種形式投資或者合作仍然要商討，暫時進展良好。檢討的另一個目標是改善現有停電事故的象徵，我們以前的經驗的人都忽視了原來是可以有這麼大的情況出現的，我們應該將那些來考慮，就是考慮受影響的人數人數和時間，我們覺得應該要考慮的。至於人為造成的停電，就算復電時間快，他認為不需要獎賞。无线电视记者陈佳欣报道。星期六被放弃的其中一只黄色橡皮鸭一度重新充气，已经完成检查，暂时未知几时可以游翻去维港展出。用了大约半日，扁皮鸭成功变翻象卜卜。喺青衣船厂，工作人员喺鸭背做紧检查同测试。
创作橡皮鸭的荷兰艺术家形容它只因为天时鼠然要唞下气。这只橡皮鸭的鸭皮星期六因为天气热气压上升而绷紧，主办方就决定主动放弃，他们就不离不弃。第二日虽然只剩下一只独立支撑，但是风雨同路见真心，人人重拾童真。如果能够有两日一起的话，我们更好，再来多次打卡，是吧？再浪费菲林。有人就出动私房鸭仔，希望他不用再孤零零。因为小朋友喜欢的，他就说带过来拍啦，还有就衬一对这样，当然两只好开心一点。孖公仔嘛，即两只好像开心一点拍拖这样来看这样。其实有一点害怕，害怕什么？害怕这只都爆了帽，所以今天快点来。维港的巨鸭暂时已缺一，他们的伙伴日前就现身大屿山，在天坛大佛外面快闪。近5000只鸭仔排满天坛大佛下低268级楼梯和大佛合照。活动由慈善机构邻舍辅导会和昂平360的义工一共40多人共同完成，希望将橡皮鸭象征的友爱大同正面信息传递给社会各界。无线电视记者钟卓希报道。洪都拉斯驻中国大使馆正式开馆，红方表示访华的总统卡斯特罗今日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开馆仪式在北京建国门外外交公寓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和洪都拉斯外长雷纳共同为大使馆揭牌。洪都拉斯在今年3月同台湾断交，改同北京建交。双方坚定履行建交承诺，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使命感加强对接，推动双边关系强劲起步，两国各层级交往迅速展开，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推进。秦刚又说，中国和洪都拉斯关系快速发展，充分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业、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访华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举行历史会面，必将引领双边关系实现新发展。中方愿意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不同制度、国家友好合作的新典范。雷纳就说，同中国建交开启了洪都拉斯和世界关系的新时代，洪方将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相信两国关系会不断加强。中央电视台报道，洪都拉斯正确立永久馆址。开馆之后，由著名的科学家兼药理学家蒙卡特出任首位驻华大使。至于正国事访问中国的卡斯特罗，星期六晚已经由上海转到北京。洪都拉斯总统办公室公布，卡斯特罗星期一会同习近平举行重要会晤，讨论加强双边互利关系等议题。红方亦都计划星期一同中方签署19项备忘录同合作文件，涉及贸易，亦都包括一份有关“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无线电视记者陈伟山报道。英国警方拉咗一个16岁嘅男学生，涉嫌喺西南部一间寄宿学校袭击3个师生。事发喺德文郡城镇蒂弗顿，一间有超过400年历史嘅寄宿学校。卫报报道，一个学生上个星期五行入宿舍，用锤仔袭击2个学生同1个教师，其中一个学生重伤危殆。警方拘捕一个16岁的男生，涉嫌故意造成严重身体伤害。在现场找到一批武器，未知有没有包括个锤仔，亦都未知行凶动机。校方话今次是个别事件，会全力支持警方调查。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会有其他消息。翻嚟新闻时间，首届香港酒吧文化节结束，有商户话生意比预期多，主办方话3日有约3万人次入场，吸引约200万元嘅消费，期望明年能够再次举办。周日庆着，午后微醺，首届香港酒吧文化节喺尖东一路走来3日，压轴呢日继续有唔少捧场客。
啊，呢個氣氛都幾好啊，好多人，冇預算嘅，啱就買嘅啦。觉得这里也是香港比较有特色吧，毕竟也才持续三天这样子一个活动，所以也想过来打个卡。因为可能始终天气热咧，仲有户外地方咧，其实我都觉得影响咗啲人过嚟嘅意欲嘅。要喺40个摊位中突围，靠价钱吸引之外，仲要有特色招来。试咗佢呢度呢一个百香果啤酒咯，就好特别，即系未试过饮到有生果味嘅啤酒咯。嚟到酒吧文化节，除咗有得饮，仲有唔同类型嘅小食。例如龍蝦包，就算不喝酒都可以盡興。星期六晚一度落過大雨，但有檔販說沒了生意越做越好。整個生意額呢，我們其實第一天我們預計打個比喻一倍，第二天我們會三倍，今天應該都有三倍，這樣大家都知道這個酒會都挺好的。這檔就說特色酒三天賣了千多罐，咁佢哋都好正面啦，咁俾到我哋好大嘅信心。始终我哋嗰个产品咧，暂时就未有喺出边市面做零售嘅。咁今次第一次试产啦，咁我哋觉得买一个摊位翻嚟可能1蚊，咁啊做翻对外嘅反应咧，咁都好好嘅。酒吧业协会响应政府开心香港活动，举办今次文化节，形容活动成功带动经济。今次呢个活动我睇到就系话，哇！看到啲人啊，聽住 DJ 啊，喺度摁下摁下咁樣，即係我覺得嗰種感覺突然之間好似香港動起嚟啊！成個感覺都好似哇，香港翻嚟咯，再一次有翻啲活力咯，再一次有翻啲希望咯。咁呢樣嘢我係好感動啊！協會期望出年可以再次舉辦，但建議政府給予更多時間籌備，相信屆時會更開心，生意額亦會倍增。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有渔民养殖有机青口，但香港目前并冇法例定义乜嘢系有机，以致市面上即使有人鱼目混珠，亦都难以执法，呼吁政府立法规管。做又拉部分上嚟睇下佢有冇事。罗广才喺香港东北面嘅澳贝塘经营有机贝场。今年開始推廣本地品種青口，並且已經攞到本地的有機認證。要攞到認證就要滿足多方面要求，包括不可以使用對人體和生態有害的化學物質或者抗生素，以及要養殖本地物種等等。個澳貝塘裏面是一個很天然的一個避風港，它四面都是環山的，簡直是漂亮清澈，起碼幾米水都望得到。他說這裡的環境非常適合發展有機水產，但香港目前並沒有一套完善的有機新鮮食物生產管理系統，所以他不會將自己的有機青口直接擺在街市賣，而是將青口急凍分成包裝出售而作識別。擺在街市的不好處就是說行家跟我們收了，他都會當傳統的青口去賣，現在都沒有一個海產特別一個地方去買有機認證的東西，我想依家暫時仲未做得到普及。佢希望政府喺定義有機食物認證以及規管成套生產管理系統方面，可以給予業界積極支持。本地有機水產大豐收。生物系教授黃煥中參考國際標準，創立咗非牟利機構，為本地漁農產品做有機認證。佢話：懷疑冒充有機新鮮食物嘅情況的確存在，喺售賣蔬菜方面比較常見。其實最大的漏洞就是我買常規菜，我插個有機牌政府又過不到去的。好了，唯一可以用的就是如果他認他自己認證又有證書，如果證書又是我們發的話，而這個證書是假冒的話，那我們就可以用商品說明條例去控告他。食物安全中心回覆說，不論是否有機都要符合同一套食安以及品質的法定標準。而漁護署話一直協助本地有機農户進一步發展，從而拓展高增值市場。無線電視記者賴君睿報導。建造了五年多的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段完成合龍，為了減低進入隧道的時候光暗變化對駕駛者造成不適，靠近入口頂部加設了減光罩。最終接頭對接順利完成，深中通道城管合龍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总长大约6.8公里，当中大约5公里的沉管部分，星期日上午8点完成伶仃洋水深20米处的管道接驳。负责建造的团队全程监控，由最后一节管接运抵施工现场到正式完成接驳，用了近70个钟。而连接海底隧道位于深圳的东人工岛建筑预计月中全面封顶，亦都意味主体工程完工。隧道口顶部这些一条条的横梁其实是减光罩，越近隧道就越密，令到户外和隧道入面光亮度柔和转换，令驾驶者更容易适应看清楚隧道入面的情况。隧道内部铺设工程亦都已经开始。隧道的装饰板它会覆盖我们隧道所有的管节，它不仅起到美观装饰的一个作用，同时它可以显著提高我们隧道的一个照明效果，降低我们照明的用电。全长24公里的深中通道由大桥、人工岛、隧道、水下枢纽组成，预计出年通车。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双向一共8线行车的深中通道连接深圳和中山，日后车程可以由目前大约1.5小时缩短到大约半小时。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泰国前进党在上个月的国会选举胜出，党魁皮塔争取成为总理，不过他被指持有传媒股份，可能违反选举法，要接受选委会的调查，一旦罪成可能判囚和禁止从政。泰国前进党党魁皮塔上个月带领前进党胜出大选，在下议院赢得最多议席，之后他邀请多个政党合组联盟，寻求在国会当选做总理，不过他的执政之路可能受阻。曼谷邮报报道，选委会早前收到投诉，质疑皮塔持有媒体公司的股份，不符合参选议员和总理的资格。选委会成员在星期五一致认为，相关投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皮塔可能知道自己不符合参选资格，但仍然申请做候选人。选委会决定调查他是否违反选举法，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囚10年，罚款折合大约45,000港元，以及20年内不得从政。根据泰国宪法，持有媒体公司股份的人不可以参选。据报皮塔持有当地电视台 ITV 大约42,000股。皮塔强调自己没有违法，说相关的股份是继承爸爸的遗产，早前已经转让给其他人，又说相关电视台自2007年开始不再从事媒体业务。泰国上议院250席由军方委任，有选委会前成员就说相关调查可能导致上议院部分议员反对皮塔做总理。另外有政党领袖说，若果当局利用相关的法例阻止皮塔成为总理，相信会有支持者示威。无线电视记者朱少麟报道。各位好，我是李泽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去年内地器官捐赠者总器官移植数目是亚洲第一，期望可以尽快落实两地第二层恒常跨境器官捐赠。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团在上海出席中国器官捐献日活动。他致辞说，内地去年有5,600多个遗体器官捐赠者，总器官移植数目超过17,000个，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形容中国模式移植制度获世卫等高度认可。但是本港每年遗体捐赠者只有数十个，期望尽快落实两地第二层恒常跨境器官捐赠，即是捐赠的器官在当地找不到适合受赠者，先至启动合作。港府正是积极同内地确立一致的技术要求、准则和流程。如果一个人没有登记而又被取消的，这个是非常可疑的。同场的中国人体器官捐赠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杰夫致辞的时候说，知识香港早前有人歪曲器官捐赠奉献的精神，导致有几千个退出登记，谴责这些弄虚作假的行为。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因为疫情停办3年的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复办，今年增设更多新媒体实习机会。二一，
實習計劃在疫情後再次啟動，安排18至30歲青年到大灣區平均實習一個月。有關安排由非政府機構負責，今次有18間參加，提供合共25個內地實習項目，涵蓋深圳、東莞、廣州等8個大灣區內地城市。實習項目以往以金融業為主，今次新增創意文化相關的職位，例如廣州300個實習職位，其中大約70個與新媒體創意有關。我都很開心，今次比以往的崗位上面就未必可能就是飲食業或者傳統一些銀行的崗位，今次的種類多了很多。今屆實習人數一共758人，有參加者期望加深對內地職場文化的認識。我都希望透過這些活動可以了解廣州更加多，是學習到更加多可能大灣區的一些創業機會，又或者一些他們的文化。部分機構會同時安排住宿、膳食津貼等。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市建局計劃活化旺角山東街附近6個公園，並研究在部分公園加入室外智能健身器材。旺角地士道街呢個公園有遊樂同健身設施，假日下晝用的人不算多，不少是長者。都不算夠的啦，長者就夠，你後生嗰啲又冇籃球啊，又冇排球啊，又冇其他球類啊嘛。係咁咯，公園仲想點啊？係咪啊？滿足咯，有廁所又有得做。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在网志表示，早前检视发现旺角约20个小型休憩空间分布零散和设施单一，计划推行微型公园系统先导计划。随着山东街一带两个重建发展项目即将落成，附近的6个公园会率先试行活化，分别临近地士道街、上海街、新田地街、乃路臣街等。当局会翻新老化设施和增设饮水机等的设备，亦都會參考內地的智慧公園，例如加入室外智能健身器材等，可以記錄心肺功能等數據，再傳送到使用者的手機。團隊又建議重整公園空間，分為玩樂、休憩和社交。面積較大的地士道街公園活化後增添玩樂元素，方便舉辦其他城市運動。而乃路臣街和新田地街两个公园的面积相对较小，活化后主要用作休憩空间。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道。港交所今个月19号起推出双柜台模式交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下一步将会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纳入南向通。陈茂波说，双柜台模式交易首批涵盖24只股份，涉及科網、金融、地產和消費類業務，佔港股日均成交量大約40%，可以為本港和世界各地離岸人民幣持有者提供更豐富的投資選擇。相關股份可以分別以港幣或者人民幣交易。兩個櫃台會使用同一股東名冊，實物股票亦都享受同等權利。而下一步會推動的以人民幣計價證券納入南向通，目的是讓內地投資者可以直接用在岸人民幣資金買賣港股，降低資金南下的時候可能面對的匯兌風險。部分國家近期倡議去美元化，有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認為對港元和美元掛鈎有負面影響，但相信短時間之內兩者不會脫鈎。中美角力持續，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科大经济学系荣休教授雷鼎明认为，引发经济和金融战的机会非常高，军事冲突的机会亦都不低。近期部分国家倡议去美元化，他认为港元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问题将会越来越大。挂钩货币的国家在政治上面你是要比較和諧的，要咁咁。如果唔係咧，你掛鈎著嗰個國家咧，佢係同你有仇嘅啊，咁你大件事喎。咁我哋自然咧係有可能出現一啲金融上邊嘅動盪啦。不過佢相信港元喺短時間之內唔會同美元脱鈎。美元咧，人哋覺得人哋開始覺得冇咁信任佢，但佢只係佢，你話美元即刻崩潰又唔會嘅，因為咧你佢冇乜好嘅代替品啊。人民幣咧，你而家佔嗰個儲備貨幣啊，係佔咗都唔夠3%，因為政府嘅錢好多㗎，
佢如果要轉離開美元資產咧，佢唔可以就咁一聲走曬嘅，你個市會冧嘅。中美之間咧，那個角力嘅點樣係可以設立啲欄杆啊，唔好出軌啊。佢話：本港未來應該加強離岸人民幣中心嘅角色，提供更多唔同嘅產品，以提高人民幣國際貿易同埋儲備比率。無線電視記者鐘卓希報導。美國有官員話，北京當局幾年之前已經喺古巴設立間諜設施，提升全球情報搜集能力，並試圖提升解放軍嘅影響力。中方早前批評美方造謠污蔑，又話美國係最強嘅黑客帝國。美國多間傳媒引述拜登政府匿名官員消息，話當地情報圈一直留意中方，持續在古巴同全球多個地方收集情報。又話中方早在2019年，即是時任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已經在古巴設立軍事同間諜設施，作為提升全球情報收集能力的一部分。不過美方透過外交同其他方法，在阻撓中方擴大收集情報方面有進展。美方官員直言，這個問題已經持續了很久，並不是新的發展。又話美國總統拜登在2021年1月上台後冇幾耐，佢嘅國安團隊收到情報部門簡報，話中方在全球進行敏感行動，權限擴大後勤基地同情報收集設施，試圖進一步提升解放軍嘅影響力。對於《華爾街日報》上星期四報導，中國同古巴達成秘密協議，打算在距離美國佛羅里達州大約160公里嘅古巴境內設立竊聽站，以獲取美國東南部的電子通訊，條件是向古巴支付幾十億美元。美國白宮就說相關報導不準確，但沒有交代細節。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賴德說過，未發現中國和古巴正結設任何竊聽站，而古巴副外長也說相關報導失實。而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說美國是全球最強的黑客帝國，名副其實的監聽大國，造謠污蔑是美國的慣用伎倆。又話古巴被封鎖60多年，美方應該反攻自省，多做有利地區和平穩定的事。無線電視記者朱少麟報道。國家文物局公布，已經從南海兩個沉船位置打撈過100件明代文物，包括精美的貼金發華彩瓷。專家話，通過研究沉船上的貨物，有助還原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面貌。南海西北陆波的两个沉船位置第一阶段水下工作已经展开3个多星期。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开多张位置的图片，包括在一号沉船西南方最新发现的一个铁锚同箱，两者相距大约50米。沉没南海海底500多年，但船上大部分货物仍然保存完好。考古专家就认为非常难得，有助还原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船啊，那么清晰地摆在海床上啊，而且瓷器的质量又这么高，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发现一条沉船都被淤在下面，你很难看到它的全貌。而南海地区是硬底，原来在哪个仓的东西还都在那儿。而截至上个星期二，已经有过100件文物，包括色彩艳丽的法华瓷器打捞上水。秦大树说，那阵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高峰期之一，可以借此推估沉船原来的航行路线。这个就是他带的东西，载的货物确实是质量非常高。那这类东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条船啊，它走的方向就是往这个中间港去的，一部分就在当地销售了，一部分就会转卖到西亚中东地区，就是伊斯兰风格的，甚至是阿拉伯商人定制。据当局早前公布，第二和第三阶段调查工作将会在今年8月和明年3月进行。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休息回来有其他新闻，转头见。有新闻时间，九巴第一次开放屯门总收中心，并且举行招聘会。最新的雙層電動巴士在舊巴總收中心，即是巴士每年做年檢的地方，一一亮相。不過如果想揸巴士，就要先加入這個行業了。中心同時舉行招聘日，招募車長、維修人員等多個的前線職位，吸引不少的求職者到場。有人就希望換條跑道，由揸鑊鏟轉到揸太盤。沒有的，平常手嘗試一下挑戰一下自己，出嚟做嘢都係比較體能多
即係廚房都幾睇到勞力嘅工作嚟嘅，又熱又剩，都慣咗。咁但係遇到一啲譬如人啊、障礙物咧，你就要自己去決定做，因為我想睇你嗰個駕駛嗰個技術，明唔明？未有巴士牌又想应征巴士车长的求职者，可以即场在九巴职员的监督下先驾驶私家车，考核基本的驾驶技术，经过其余的招募程序获聘之后，就可以修读巴士驾驶课程，考取巴士牌。运输业界一直面对人手荒，九巴和龙运巴士个别的前线职位目前有大约一成的空缺。對於早前有工會建議延長巴士車長退休年齡去到65歲，有求職者就贊成。我會覺得是大勢所趨啫嘛，因為本身如果你55歲退休咧，係會好後生，所以去 extend 嗰個退休年紀咧，係會好啲。呢條車坑就是平時維修人員做日常檢查或者維修車底的地方，市民來到可以了解平時維修人員是怎樣窺探巴士車底的世界。無線電視記者姚卓彤報導。西貢有男人出海游水的時候懷疑遇溺，送院後不治。59歲事主由飛行服務隊直升機送往東區醫院，醫護人員為他急救。警方說，事發在昨日下午3點多，事主和朋友出海，在西貢吊鐘洲附近游水的時候懷疑遇溺，同行朋友將他救起並且報警，他送院之後不治。 Mira 演唱會大型屏幕墮下事故，重傷報導員到現在仍然努力復康，希望可以自主行走。那同類情況的病人又怎麼做呢？部分患者會用公立醫院的機械腳協助走出第一步。下肢或者四肢瘫痪的病人要踏出每一步都极不容易，除了拐杖支撑、同路人互相扶持、医护支援，更重要是这些机械脚。部机呢，其实它个髋关节、个膝关节里面都有摩打，摩打同时间的时候呢，它有些感应器的。部机后面那個控制板面嗰度咧，其實有啲參數，大概可以估計到咧，佢可以承受到幾多個重力，又或者佢需要俾幾多個 percent 嘅輔助咯。見到個病人開始掌握到個正確嘅姿勢啦，助力減低，將個重力加多，練埋個肌力咯。61歲嘅張先生，舊年4月發現左腳行路冇力，原本以為做手術可以好翻，結果術後神經線退化，雙腳癱瘓。今年初起用機械腳訓練大約40次之後，已經改用輔助腳架。做多10多次到啦，咁我只腳有啲神經線有少少反應，踩落去地下咧，實實在在掂到只腳，即係好似大家平常人行路咁樣。目前医管局只是有物理号复康院提供机械脚，2018年引入至今，服务了大约2000人次，当中大约2/3是下肢瘫痪病人，其余是四肢瘫痪。医生说，一般平均需要训练20次，每次一个钟。咁最好的效果是怎样呢？行个步态要接近正常人啦，即系包括我哋左边脚、右边脚踏出时候嗰个步速啦、嗰个步距啦。我哋希望係左右一樣咯。到出院之後已經唔需要再用機械腳都行到咧，咁呢個係即係我哋覺得即係最開心嘅結果啦。咁但係亦都有啲病人咧係未必做得到嘅。除了因為頸椎等受創，下肢、四肢癱瘓嘅人、中風、腦癱嘅人都適合用機械腳。咁但係骨質嚴重疏鬆或者機械腳掂到身體嘅部位有皮膚破損就唔適合。呢部體積比較大、亦都比較重的機械腳屬於醫療器材，必須由物理治療師協助穿著。而呢部細啲、輕啲嘅機械腳就唔使啦。病人在接受適當訓練之後，可以自己著，唔使人幫。無線電視記者何萬君報導。內地市面近日出現一種外觀同運作模式類似電子煙的中藥霧化器，但成分標籤存疑，有民眾憂慮安全問題。但由於商品定義為醫療器械，地方市場監管部門承認難以調查和執法。
內地去年10月起禁止銷售非煙草口味不含尼古丁的電子煙，但上海近日市面出現中藥霧化器、草本霧化器等，不論外形或者使用方式都同電子煙十分相似。包裝上的成分表主要是中藥材，但霧化液口味成分就沒有標示。品牌負責人就強調，產品按國家法規要求生產，不會危害人體。我們是實實在在的是中藥的配方，然后通过冷萃的技术提取出来，给人以不是说治疗啊，一些改善的这种有功效的，胃肠能合理吸收的，通过黏膜吸收都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的。公司出示厂房所在地药监部门发出的文件，显示当局确认商品属于医疗器械，但包装上只是标明属于非烟草制品，没有医疗器械标志。有关注电子烟的人就认为，官方应该修订法例，减少灰色地带。国家近几年已经对电子烟出台了系列的管理规定，但是难免会存在比较模棱两可的，或者是没法直接去认定的。我们相关的一些监管部门能够对这些加强监管和认定。上海市相关部门就表示，因为没办法将这一类中药雾化器、草本雾化器直接定性为电子烟，没办法调查，已经将问题上报有关部门。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江苏多地前日天气恶劣，在淮安市多区落冰雹，直径最大达到5厘米，行人都慌忙走避。宿迁、南通等地都有类似情况，部分地区供电一度故障，而在南京出现狂风暴雨，部分地区出现10级以上狂风。江苏省气象部门预计恶劣天气会持续到星期三。英国警方拉了个16岁男学生，涉嫌在西南部一间寄宿学校袭击3名师生，被捕男生被控2项企图谋杀同1项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罪，星期一提堂。事發在德文郡城鎮蒂弗頓，一間有超過400年歷史的寄宿學校。維報報導，一個學生上星期五凌晨行入宿舍，用錘仔襲擊2個學生同1名教師，其中1名學生重傷危殆。警方拘捕了個16歲男仔，涉嫌故意造成嚴重身體傷害，在現場找到一批武器，未知道有冇包括個錘仔，亦都未知道行凶動機。校方話今次係個別事件，會全力支持警方調查。加拿大政府扣押一架停喺多倫多嘅俄羅斯企業貨機，話有關企業係加方嘅制裁對象。俄羅斯批評加方嘅做法係攔路搶劫。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六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是自俄乌去年2月开战之后他第二次到当地访问。除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杜鲁多还提到当局下令扣押去年以来停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一架俄罗斯企业注册的货机。加拿大外交部同日发声明，指出被扣押的是安东诺夫124货机，由伏尔加蒂涅伯航空公司以及伏尔加蒂涅伯集团子公司拥有。这两间公司因为俄乌战事被加拿大列入制裁名单，加方扣押后将会进入没收程序。今次是加拿大政府根据去年6月修订的特别经济措施法等法规实施资产扣押和没收制度后第一笔查封的实物资产。俄罗斯驻加拿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的货机属于私人企业，加方扣押货机的企图本身已经违法，批评是拦路抢劫。又说加方的举动显示，在杜鲁多政府的管治下，加拿大并无法治可言。俄罗斯曾经多次批评冻结俄方在欧洲的资产是盗窃行为。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道。